然后就是你就是有什么感觉，就是跟那个说一下，然后他拍视频就可以，不到一分钟就可以。就是非常开心，还是什么都可以的。谢谢菲律宾人民。对，等一下，重新，你叫他重新开始一下。对，你叫他重新开始一下。OK， 好，一二三。奥迪卡，感谢泰国人，泰国人民很友好，然后感谢泰国的警察帮我找到了我的护照证件，谢谢，欢迎到中国。